耳族我想大家都有听过，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尝试过，所以也非常的好奇。它在耳朵里面的感觉就是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叭叭叭叭叭，好像有那种鞭炮的声音哔哔啵啵，但是不会很刺耳，它就是有那种哒哒哒哒哒哒那种杂杂的声音。那因为我躺在那边我看不到，所以没想到之后在看影片的时候才发现，左右耳的燃烧的程度会不一样，那它其实就是跟你耳道里面的湿气有关。有兴趣的话呢，就赶快看下去。很堵哦，整个淋巴都堵了，都一颗球了，哇！
左边感觉烧得比右边旺。对呀、啊，都快发炉了。啪啪啪啪的。消水肿哈，嗯，你的脸稍微肿了一点，那个应该是胖了，我这应该是胖的肿，不是水肿。酸哦。感觉鼻子都通了，真的，呼吸变很顺的感觉。